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86集的节目。因为呢，因为开了一个非常坑人的东西啊，气得我呢声音马上好了，忍不住呢跟大家来录一下这个节目。那这个呢是最近刚推出的这个变形金刚和网飞的联名款，它是一个这个黑色的 Atomos Prime。那我以前呢曾经举过个例子，这个 Atomos Prime 呢毕竟是变形金刚的主角啊，它的相关的系列玩具呢总是呢会比较优秀一点。那我形容过呢，它就像是呢在亚洲的街道上呢有一个这个白人的妹子出现一样啊，总是特别的亮眼。那如果呢这个 Atomos Prime 呢它还是黑色的配色啊，就 Nemesis Prime 配色啊。那他这个白人的妹子呢，就是乌克兰等级的啊，这个呢是表示说这个黑科的一个魅力呢都是特别的庞大。但是这一款的话呢，OK，这是一个乌克兰级的妹子没错，但是它附带的这些配件什么的，不禁让人觉得非常的坑人啊，感觉到这个玩具公司满满恶意啊。那开盒之前的话，其实我也完全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啊，我只知道这是一个黑色的科博文的一个玩具，那我就下标了，就买回来了啊。那打开之后呢，各种傻眼了啊！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盒子的话呢，确实是非常的漂亮啊。不管是上面的这种类似刮痕的一个感觉啊，或者是这个发光的感觉，都是栩栩如生的啊。这个用心做包装啊，用脚做玩具啊，这是一点都没有冤枉它的。那它的话还附带了一样东西，它这个盒子的话，从上方打开呢，里头还有一样小盒子的东西啊，我们可以把它给取出来，这个。这个东西，我单独把它拿出来啊。这个大盒子的话就没有什么特别展示性，我们就把它拿到一旁去啊。它有附带了一盒这个东西啊。那我看到的时候，这什么什么东西一坨，这是什么玩意？然后翻到里面看，那好像是一坨土啊。那上网去查了一下，好像是里头会有一个赛星的能量块还是怎么样，那它就是会包在这里头。但是呢，我个人是倾向的。应该是不会想把它给打开了啊，就不想把它给拿出来了，因为，这一款玩具我真的觉得有点坑人啊，觉得入的不是非常的愉快。可能这一期啊拍完之后的话呢，看有没有哪一位同行朋友想要收留他的啊，你可以呢秘密的跟我出价私讯呢如果价格最高的那个呢，我就会把它给出售掉啊。这一款啊觉得太坑人了，好啦，那我们就回到玩具的本体。其实我是很激动的，但是我一激动呢，我怕我会咳嗽，所以呢，强压住我，心中的这个，对不对？强压住我的言之呼吸呢，就没有把它爆发出来。那，如果你眼尖的朋友，其实我昨晚发了这个照片之后啊，有一些朋友就回馈了我很多至尊神力 leader class，听好，是至尊神力啊，power of the prime leader class 的这个 nemesis prime。的这个照片给我，为什么呢？因为它非常显眼的这个武器，这个剑，这个是报应至尊神力的 L 级的这个报应至尊，它所的这个配件，就这武器，这就算了。包括这两门的这个大炮啊，也都是同样的一个配件。那这个就问题就来了，配件嘛，一样就算了。我个人重点是什么？你知道？人家那是 leader class 的模具，在用的配件，但是这个是 Voyager class 的玩具啊，那这个模具就会导致说，其实它并，就说，就同样的配件，但是它并本身原本是没有设计是互通的，所以就会给人感觉非常的坑人，真的非常的坑人。那这个货柜的话呢，它是用了 Earthrise 地球崛起。这个 Leader 级 Atomos Prime 的货柜，然后把它改成黑色的版本啊，也就是这个，这个是地球崛起的时候呢才有的这个货柜。那两个模具的话呢是完全一样的啊，就是全部是完全一样。那它的话呢，里头的话呢，这个维修塔还有一点点，虽然都没有涂装，但至少灰色的部分的塑胶的一个分色还是有的。但是呢，我们这一款的这一次的这个 Nemesis Prime 的话呢，是整个就是完全就是黑了。就没有做任何的分色了啊，就给人感觉就是
好吧，往好处讲呢，这个包装盒里头呢，可以让你玩到三个系列的玩具，真是超级圈圈的物超所值啊！但是如果你要骂的话呢，就是说这吃相也太难看，尤其是这些配件，同样的配件，你换别的角色来，也就换另外一个产品要用是没有关系啊，但是你模具还不同，就给人感觉非常的不合适啊。那我们就。对了，就来讲一下怎么个不合适好了啊。首先啊，这个货柜的话我们就不多提了啊，还是要提一下。你看里面细节是很多，它里头有一些武器的插孔，原本是应该要能够安插武器的，但是呢，没有一样武器可以安插上去，全部都不行。这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呢，全部都是不合适的，全部都不合适。这个真的是，哎，我也不知道怎么说，这个叫什么武大郎娶什么什么洋牛不知深浅，我也不知道，反正最近看什么。就这个洞跟凸是完全就是没有办法做配合啦，那跟货柜本身就无法结合。那再者的话呢，我们即便呢把它组合成这个货柜的形态啊，原本的这个 Power of the Prime 的话呢，这个武器啊还可以搭载在外侧，但是这个无懈可击啊，不，没有洞可以插啊，就很。就没有孔洞给他安插这些外挂武器啊？那你怎么办？你就只能全部往里头丢啊，就全部往里头塞啊！所以这个就是各种满满的恶意啊！我个人是感觉就是非常的有点小无良的感觉。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眼镜蛇我最后再说好了，你是这一款里头唯一的新东西啊，还有这个特效件，待会再讲好了。那我们来讲一下好了，光是这个武器的部分啊。武器啊，这个原本是给 leader 级的玩具拿，所以它可能是一把所谓的一个长剑，就 sword 的。但是呢，这个因为这个体型的话，这个 V 级L 级的武器呢，你给 Voyage Class 拿的话呢，就会变成是一种，这个尺寸就会变成是所谓的，你要说它是这个 Claymore，就是两手大剑的话呢，又好像就差了一点，那可能就是所谓的一种 Buster Sword，就是两用剑，就 Buster Sword 就是可以单手拿的大长剑，那也可以两手拿，就是两用剑啊，Buster Sword，对不对？这个尺寸就是感觉变成比较大一点。那当然大武器大一点是看起来比较威风啊，这没有问题。那这个枪的话是本来就是这个 V 级这个模具，这个倒是这个就不提了，这个没有本身没有问题。那另外的这把武器的话呢，就可以握在手上。那这个武器就是两手都是变成是两手的武器都是非常大的，就以它的身体比例来讲，都会变成是大型的武器。那就再讲一下这一把，这一把的话，这把武器有点意思，也是当时呢那一款就是 Nemesis Prime，至尊神力的这个报应至尊它唯一最大的一个卖点就是这个武器可以变成一只这个像是飞龙吧，姑且说它是飞龙没错啊，这样子。造型很帅，然后又可以变成一把剑，其实这个是很棒的一个 idea，非常非常好的 idea，非常的不赖但是它一样是在如果是货柜的话，它是没有办法跟货柜有任何的互动的。那它的身上呢是有一个这个结合这个，但是它呢并不能够跟这个 OP 呢有任何的互动，然后比较可惜。那这个它的话呢，可以扣的话也只能够扣在这个大剑的这个位置上，对，就是会有一把，好吧，飞剑吧，还是什么来着的？好吧，就这样。那这两门大炮的话呢，可以扣在手上，但是你明显看到它是有两个凸的啊，那你只能扣其中一侧，这样子。它就会一个双手炮的一个大手炮的感觉。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扣在后面。那扣在后面，你一样是就自己挑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是可以两边两手都扣，两个大炮都扣上去，这里两个大炮都扣上去，那还可以再拿这些枪，这个 不要激动，这个炮的话呢，勉强你可以把它翻起来，OK，就是有一个就像这个电影第二集这个 OP 把这个。跟天我合体之后的背后翻起来这两门大炮，好吧，也是有点小加分吧，好吧，姑且当它有加分吧。那么呢，这个武器的话呢，可以把它给做个简单的小合并，
我们把它给转到前方来，好吧？如果你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这把巨剑的话呢，我们就姑且把它弄成这样子，把它一个完全武装装上去好了。那最后呢，附带了一个眼镜蛇一样的东西，这个是眼镜蛇，对，真的眼镜蛇。那它的一个玩法之一呢，就是说呢，它是可以变成一个，像是拖载的一个小装置这样子，转上去，这里往后面翻，这里翻过来，你看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两个凸，跟这里有两个洞，把它做个结合，这个武器拖回去。那这个就是一个前面下面有这个履带的一个造型。那它呢可以跟这个货柜的话呢做一个简单的小型的组合。这个地方打开啊，对了，这个货柜这一块是可以拿下来，也是可以直接充当它的盾的啊。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提一下就可以了，各位明白就行。那它就是可以跟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小合并。好，那这样稍微折一下，它就会有一个这地方翻出来，就是也算是托吧，就是因为它下面有一个这个履带，OK 吧。然后这个是一个特效键啊，特效键就安插在这些凸的位置上面，它就会有一个就是特效啊，就简单讲就是特效吧。那这个眼镜蛇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它也是可以拿下来，再次先把它给复原好了。这个是说。抱怨归抱怨啊，但是本身模具还是有点乐趣。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黑色的这个 OP 的话，那你可以看一下价格，因为这个网络上的价格其实它并不是很便宜啊，并不是很便宜，因为它附带的这些配件什么的，真的是并非是本来是否这个模具啊，所以就会感觉就是充满恶意。但是你喜不喜欢这个，你自己去决定吧。那么这个就是它所有的这个武器装备呢，通通都装上之后的一个。Nemesis Spy，好吧，乌克兰籍的美女，不知道各位你觉得怎么样？好吧，那讲了这么多啊，再来的话，我们就进行它的一个变形的过程。那在变形的时候呢，这些装备啊什么的，当然是全部都是先拿掉的，拿掉，拿掉，拿掉。那这个它是用了围城的 Verge Class，那这个玩具呢，算是设计上来讲是非常经典的啊。一度的呢，让这个非常，算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这个经典系列的那个 V 级的 OP 呢，算是有一点点从神坛上就是，有点撼动到啊，就是因为这一款的设计呢，真的是还蛮不赖的啊。那我们来进行它的一个变形过程。首先的话呢，把这个腿部的话呢，脚尖给捏下去，脚的话呢做一个反转，然后呢从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凸跟它的一个结合，我们把它给解开来，然后往上面翻上去，翻到这就行了。再来将这个轮胎的话呢，内外翻出去啊。讲到这个啊，我的这个围城的那个美版的 V 级，我有一个轮胎是装反的啊，是装反的，就是内侧外是装反啊。但是不影响它的一个，不是影响不是很大了啊，就影响不是很，它还是能够正常的一个把玩，轮胎还是可以滚动，只是外观上看上去比较没有那么好看而已。然后呢，我们这个部件要记得把它给翻出来，这里把它给翻出去，这里也是一样的。有一块部件，把它给翻出来。那如果觉得不太好翻的话呢，就是借助一些工具吧，把它给翻出来。然后呢，两腿的话呢，做一个简单的小合并到这。然后呢，从这个地方呢，把它给掰开来啊，非常非常痛苦的感觉，这样子掰开。那这个部件，这两个部件呢，暂时都不要管它哦。这个目前呢，先不需要去处理它。我们来进行它的一个上半身的变形，把它的一个胸口给打开，胸口打开，头部的话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收纳。那收进去的时候呢，这个两个头，天线的话就稍微转正一点，再把它给放进去。那我的感觉啊，这一款黑色的这个暴影至尊的这个头啊，我的感觉是比较松一点，头右左右转动是比较松一点。奇怪，我头是不是应该要转180度再下去？好像不对啊，为什么我觉得好像都对的不是很准？啊，行吧，哦哦，好吧，好吧，这样感觉可以了。这两个胸口呢，也先不要盖起来，先不要盖起来。然后这个轮胎的部分呢，把它给从这挑出来，从这里，从这挑出来。然后呢，整个的往下面移下来，啊，移到整个移到最下面，先整个移到最下面，因为呢，它最后呢还要跟其他地方做一个结合。再来呢，把上面这个顶盖呢转180度，然后内部这些部件呢全部都翻折出来。两侧的侧门两侧，还有这个防撞杆 bumper 都给翻出来，
那我要讲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呢？这个 bumper 的这个边缘呐，我摸起来有点痛啊，就是感觉倒角好像没有处理得很好，感觉是有点疼痛的。那这个部件等一下要盖下来。手臂的话呢，做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历代 OP 的一个变形方式，就往后面翻。那往后面翻的时候呢，这些部件通通都翻出来。那这个拳头啊，就是收到这个侧腰这里，顺势的把它给收进去。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收进去，然后我们先把这个部件放进去，哎，放进去啊，等一下，腰还没收进去啊，这个再打开，先把前面的盖子放进来，前面的盖子放进来，这个。翻出来，到这边。好，然后呢，把这个部件，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咬合，把它给抠进去。那另外一侧的话呢，这个门就可以盖上了。另外一侧的变形呢也是一样的，把这个手部呢塞到腰里头去。它这个公差的话呢，就是容错率还是比较高的啊。这个地方记得这里把它抠进去啊。你看我这样胡乱掰一掰、捏一捏的话呢，它基本上都能够到一个定位。好，都捏进去之后，这两侧这个地方凸个脑，再把它扣上去。两侧的扣上，最后轮胎的话呢，再把它给安上来。从这个地方，啊，把它给安上来。那最后就把这个脚从后面翻上来，两侧的合并呢，再给它做到位一点点，再来把这个内部啊这一片翻下来啊，到这里做一个简单的结合。这个话翻到下方去，这里是一样翻过来啊，这里有一个，这里推过来，到这边做一个结合。那么呢，我们这个黑色的这个 Nemesis Prime 的一个。也是属于赛星的一个，卡车的形态呢，就算是变形完成了啊。那么呢，滚动性给各位看一下好了，滚动性还是很好啊，这一点没有问题。这六个轮子呢都能够轻松的去碰到地面，然后它的一个轮胎的话呢，因为有一个造型的刻画，所以它在滚动的时候呢，并不是它会有一点哐隆哐隆哐隆的感觉，啊，就感觉比较像是装甲车在移动的感觉，还是比较有架势的啊。那么呢，它的本身跟货柜的结合呢是非常之简单的。虽然它这个货柜本来是 for 这个地球崛起啊，但是呢，在 for 这一款也是完全可以用。那我们的话呢，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货柜结合之后，它的一个转动的话呢，其实有点小问题的。你看，它会去卡到，它转动的幅度呢是比较有限的。那你这样推的话呢，你看所有的轮胎呢都能够顺利的滚动，这个计算是可以了啊。那我这个插孔的话呢，这个插孔感觉是稍微有点偏紧。有时候我这样拿的话，你看，甚至可以把它拿起来，甩一下才会掉下来啊，甩一下才会掉下来。好像还有点避震的感觉啊，哎呀，感觉还蛮不赖的，公差算是挺好的。但是呢，就是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状况啊，就是说这些配件的东西，你完全没有它的表面上面，除非你要做各种愚蠢的一个组合啦。像这个扣这样子，绝对是非常蠢的。那你扣侧边勉强还可以，那你其他的东西呢？我都不知道这个，就是其他的扣上去真的会非常的愚蠢啊！我只能讲就是非常的不怎么各种的好吧，就惨不忍睹啊！你就是全部塞到里头去好了。那或者是说呢，就是在没有货柜的情况下呢，没有货柜的情况下呢，它是勉强还能够收一些东西啊，最明显就是像这个。就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想象吧，这个大炮在侧边，啊，可能这还是我比较还能够在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啊。然后这个，我记得这个应该是要跟它组合在一起了。然后这个枪的话是扣这吧，也只能扣这里了。然后呢，这个地方啊，看上去呢很高兴它能够扣上去，但其实这个洞是很松的啊。你看它的洞是松的，没有办法扣得紧，就太可惜。如果说这个洞是刚好的话呢，这个造型我就认了，我还能接受。那除了这里松之外呢，其实它扣这里也是松的，它其实也是松的，真的都松了。所以是这个凸太小，并不是这个洞的问题，这个真的要彻底检讨一下，对不对？那就比较可惜了啊。那上方的这个鸟啊什么的就不多提了。然后这个扣后面这里，勉强的话。好像也是，我记得好像这个我还没试过，因为这个本身它会跑啊。
哦，是能够扣得上，但是这个就很蠢了，这个就很蠢。Anyway，这个黑色的报应至尊配色好看是没有问题，单看车子，对不对？这个绝对是好看的，这个配色没有问题。然后模具本身也是比较优秀的，这些都 OK。那到这边为止都还可以接受的范围，但是其他的话就是武器，主要还是这个配件了啊，就是拿了一个。不是为了这个，不是给这个模具用的配件给你当配件，以及这个，就这样吧，我也不知道讲什么，这个可能喜欢的人他就觉得说很值吧，但是我个人是感觉，怎么是这样子啊？你怎么不是配新的武器给我，而是用旧的模具给我啊？好，那如果说各位你对这一组玩具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可以私信我啊。这一款玩具我拍完之后呢，我个人想把它给出掉了啊。那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